足协是全台湾获得最多补助的体育协会，前阵子理事长改选由不是新系的人马所接下，但新任理事长上任后发现欠债高达8600多万，现任理事长也已经发函要求前朝说明清楚这钱花到哪了。而这前朝理事长指的不是过水三个月的郑文灿，而是新系大佬邱毅人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当足协了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好，谢谢。就是现任的那个理事长是不是有发那个律师函给你啊？摊开律师函内容，现任理事长王林祥指出，接任后发现第十二届团队有8000多万欠款，因此函告上届理事长、李监事、秘书、会计等，尽速厘清账务责任，避免厂商、会员提出诉讼。这份律师函当届所有理事都收到了，有人忍不住喊冤：“我收到一个律师函，去跟我讲说我们花了至少又多花了8600万。”这个你都没有在那个会员大会跟李监事上面讲啊，这个钱用成这样子。我们收到这些律师函，真的是也莫名其妙。爆料这钱怎用完全不知道，收到律师函超无奈。实际询问现任足协干部也证实，这钱洞真的大。主要是去年的问题啦，所以我们才会寄这些存证信函。没有什么回应啊，那个财务都很正常，因为我们把自筹款把它该删掉的删了很多，所以我们的自筹款没有再像他们以前的自筹款那么高。而邱毅人虽然离开足协，但在党内还有重要任务。你跑去了方乃馨的，难不成你又想要选下届的理事长，再想要御开名章吗？你这样拍拍屁股走人，我觉得这个不太厚道。民进党造王者邱毅人，2024若想再替赖清德打歌喉战，足协欠款似乎得先说清楚。对不起，你们会上去台北参不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